据网友 @ 元气少女仙人掌爆料称，7月3日，她和另一名中国女生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一家咖啡店门口，遭到三名黑人女性的无故挑衅和殴打。爆料人称，当时两人想进入咖啡店，却被这三人在门口拦下找茬。爆料人朋友试图再次开门，却直接被三人暴打。在冲突中，她全身多处受伤，鲜血横流。施暴的三人试图离开被围观群众拦下，